在爱情里面，我们都比较笨，特别是男人们，只要女人撒撒娇，一般都会服软。但是有一些绿茶婊总是来伤害这些男人们，来看看都有哪些小技巧能识破他们。一，茶婊都是有两面性的，他们人前说你好话，背后就骂你，这种女人指定茶婊女一个。二，超喜欢钱，对于这类女人来说，她们超喜欢钱，你给她钱她就很高兴，如果你不给她钱，那么她就很生气，这种女人喜欢的是你的钱而不是你的人。三，哥哥比较多，这类型的女人来说，走到哪里哥哥就认到哪里，蓝颜知己比较多，这种女人实际就是茶婊女一个，都是在找借口否认。四，装，有很多女人她们在男人面前就是小绵羊，但是在同性面前就变成妇人心，很毒辣的让人害怕。五，关键时刻想起你，对于这种女人来说，你是被利用的，没有价值，你就会被甩一旁，能用到你时就会找你。六，茶婊女对男人的准则是不接受追求，不拒绝礼物，不放手离开，所以遇到这几种类型的女人可以离开了，别再骗自己了。